大早我就闻到这个烤包的香味啊！哇、哦，牛肉吗？我看这是牛肉啊！老板娘你好，你好，烤包子就剩三个了吗？还有，快好了是吧？喂喂，好了，这是大的烤包子吗？大烤包子？嗯。喂、哦、喂，呜、哦，太疼了，给我们拿上吃个热热的。这个大烤包子我吃一个就可以了啊，吃一个大的烤包子。你们开这个店多长时间了，老板？两年多了。两年多了吗？一天能卖多少烤包子？这个不一样，可能就900样。九百个，一千个吗？星期天的话，就是一千个。星期天的话，一千个有了。给我们拿十个小烤包子，一个大烤包子，拿一个。喂，老哥，坐坐坐，吃烤包子嘛，一起吃，感觉一下就来了啊。老哥，你是卖肉的吗？卖肉的吗？多少钱呢？现在羊肉？72块钱。72块钱吗？羊肉要不要卖点羊肉带货吗？你看这边是卖肉的，这边是做烤包子的。对对对，你老家就在这儿吗，老哥？对对对。哇，茶都来了啊，喝点茶。哎呀，我自己倒就行。哇，来，老哥，喝茶喝茶。哇，加热一下啊，直接这样子放吗？哇。烧水壶啊，好好的热热吃啊，热热的烤包子，刚出炉的烤包子太好吃了。我来了吧，大烤包子给你们打的。来来，老哥，你也吃一点。哇，这是，喂、哎，掉了掉了，你给我来吃，我来吃。这个是大的，这个小的，这个2.5块，这个5块钱，我吃一下大的，然后再吃一下小的。哇，第一口没咬到肉呀。但是刚出炉的这个烤包真的啊，太香了，真的。哇，能不能拍到这个雾气啊？能拍到。好吃了啊！他们这个是啊，用牛肉，然后羊肥肉、鸭子做的。但是我个人感觉他们的这个肥肉是不是稍微多了一点？你看这个肉馅啊，太舒服了、哎，大冬天的。他感觉这个牛肉这个烤包子馅儿就是它溜汁儿汁儿比较多。老哥能吃几个的烤包子啊？5个都能吃完，吃点吃点。中午吃饭了没有？吃啥了？拉面。拉面以后再来5个烤包子吗？哇，溜到手上这个，最后盛的这个啊，每一口都是肉馅儿。哇，太烫了！这是小的烤包子，小的烤包子。其实大的啊，你吃上两个的话，就差不多能饱呢。我感觉，我吃上一个已经是半个饱了。呵呵，嗯，太扎实了，这烤包子。这个烤包子，你电上烤、啊，跟这个馕坑烤完全就是两个味道，感觉啊，真的。我。有人过来了吗？有人过来卖肉来了。这个肥肉有点多呀，感觉好久了没有吃过这种热腾腾的烤包子了啊，好吃啊呀！这烤包子味道还是比较地道的，我就感觉可能就是肥肉稍微多了一点点，但是味道是正儿八经卷脖子，好吃呢。热热的茶，热热的烤包子，今天又舒服的一天啊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